公元1626年9月，68岁的清太祖天命汗努尔哈赤因宁远战败身受炮伤，未留遗诏，含恨而逝。在不见刀光剑影的继位争斗中，身处不利地位的皇太极却立刻群雄，终于继承先父遗位，成为大清的第二任皇帝。是皇太极先后纠正了先父努尔哈赤的错误政策，完善了后金的政府体制，加强了君主专制集权。是皇太极确定统一华夏的宏伟目标，是他改族名女真为满洲，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是皇太极命令军队建造当时最先进、最具杀伤威力的武器红衣大炮，并且将单一骑兵兵种改建成一支骑兵、炮兵与步兵多兵种的军队。是皇太极用计，不费一兵一卒，不发一箭一炮，使崇祯皇帝自毁长城，从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为顺治元年的清军入关、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他究竟有着怎样的智谋，竟然得以扭转劣势，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在皇太极文治武功的背后，究竟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崇年将与我们一同走进这位大清王朝的第二位皇帝皇太极，回望他金戈铁马、文治武功的传奇一生。百家讲坛正在播出。今天讲努尔哈赤的继位者，清朝的第二个皇帝皇太极。皇太极是清朝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35岁登基，在位17年，享年52岁。皇太极的一生可以分作三个时期，就是青少年时期、天聪朝时期和崇德朝时期。今天我按照皇太极的人生轨迹分作5个题目来讲。其一，少年立志登上大位。其二，调整政策，整合图新。其三，四项用兵，开拓疆域。其四，善于学习，长于谋略。其五，不善几何，盛年离世。一，少年立志登上大位。皇太极小时候和女真少年一样，5、6岁就练习骑马射箭，7、8岁就赤城山林弯弓射猎，所以他就练就了强壮的身体和娴熟的技艺。当时女真出去打仗的时候，这些孩子们叫做欢欣雀跃，弃请虽行，通俗的说就是哭着喊着要跟着去打仗。皇太极不仅武艺高强，而且他是文武兼长，他很有幸，他7岁的时候努尔哈赤主持创制满文，并且开始推行，所以皇太极是满洲少年当中第一批学习满文的。因为他刻苦学习，后来皇太极是精通满文。他还很有幸，在努尔哈赤的衙门里面有一位浙江籍的汉人叫公正六，负责汉文文件的起草和机要工作。他向公正六学习汉文，所以皇太极小时候既通满文又略通汉语。
朝鲜有一本书里说，说胡将中，就是努尔哈赤这些子弟将领中，唯独皇太极识字，就是说皇太极既精通满文，又粗通汉语汉文。这在当时的女真青少年当中，皇太极可以说是佼佼者。不仅如此，皇太极从七岁开始就管理家务，他父亲把这个事情交给他。史书这样记载说，努尔哈赤委以一切家政，不凡指示，既能赞礼，俱系西当。就是皇太极从七岁开始管理家务，这个话可能有所夸张，但是协助他父亲管理家务应当是事实。努尔哈赤的家庭是很复杂的家庭，皇太极他的母亲和庶母有16位，兄弟16位，姐妹8位，还有内外朝臣。大家知道《红楼梦》里头的王熙凤管理贾府是非常复杂的，努尔哈赤这个大家庭的管理也是极其复杂的。皇太极在从小参与管理家政的过程当中，他培养了管理的经验。皇太极从20岁就跟着他父亲出兵打仗，勇敢善战。到24岁的时候，他就做了主骑碑了，就是主管一个骑。25岁的时候，皇太极就位列4大和硕碑勒，仅次于大碑勒代善、二碑勒阿敏、三碑勒莽官泰。所以皇太极在他16个兄弟当中已经是出类拔萃。少年皇太极英姿勃发，文武兼长，在他的内心深处燃烧着继承皇位、逐鹿中原的光荣与梦想。然而走向大清皇帝宝座的道路却是艰辛而漫长。在努尔哈赤的16位皇子中，他不仅没有绝对胜出的把握，同时他还面临着6大不利因素。其一，幼年丧母。其二，父亲太忙。其三，外公仇家。其四，排行居中。其五，没有同胞。其六，母位丰厚。一，幼年丧母。皇太极的母亲是叶赫那拉氏，15岁嫁给努尔哈赤，这一年努尔哈赤31岁。生了皇太极之后，皇太极虚岁12岁的时候，他母亲病死。这么点一个小孩子，失去他母亲的抚养和照顾，是他很不利的一个条件。二，父亲太忙，母亲故去了不能照顾他，父亲可以多关照啊。但是努尔哈赤起兵之后，东发西讨，南征北战，强敌4-1，内外困难，可以说努尔哈赤非常之忙，日理万机，没有时间来很好照顾少年的皇太极。三，外公仇家。皇太极的外公是叶赫，他的外公死了之后，他的2个舅舅，就是不斋和那林不禄，作为叶赫的碑了。在讲努尔哈赤的时候，我提过，
就是叶赫贝勒布斋和纳林布路纠合了哈达、挥发、乌拉等九部联军进攻努尔哈赤的建州。努尔哈赤当时形势非常之危急，但是布斋骑着马进攻的时候，马被这个木桩绊倒，从马上栽下。建州兵正在撤退的时候，一个战士叫武坛回过身来，一个箭步就骑到了布斋的身上，一刀把布斋砍死。布斋的弟弟纳林布禄惊吓落马。有的书说布斋死了之后，把布斋的尸体劈成两半，一半归还叶赫，那一半留给建州。从此叶赫和建州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皇太极的母亲临死之前想要见他娘家母亲一面，努尔哈赤派人去通知这事情，叶赫贝勒不许，因为两家是仇家。努尔哈赤非常生气，后来打下叶赫之后，努尔哈赤大开杀戒进行报复。这个外公是仇家，皇太极的外公是仇家，对他继承大位是不利的。四，排行居中。努尔哈赤16个儿子，皇太极排第8。年长有好处，早一点跟他父亲出兵打仗，立下赫赫战功。年幼也有好处，女真有个习俗啊，就是幼子继承制。皇太极是不长不幼，恰恰居中，这是不利条件。五，没有同胞。他的哥哥代善有同胞，楚英。他的五哥莽古尔泰有弟弟德格类，还有妹妹莽古济。他的幼弟多尔衮有哥哥阿济格，还有弟弟多铎。皇太极是旧自己，同胞兄弟没有，就缺少一个互相支持他一种力量。六，母未封后。就是皇太极的母亲生前的时候没有做大福晋，也就是说没有做皇后，那么皇太极就不是嫡子，又不是长子。嫡子长子继承有利的条件，他不是。那皇太极母亲封为皇后，是他母亲死了之后，皇太极自己做了皇帝，才追封他母亲做皇后的。上面我讲的这六个不利条件，都是不利皇太极继承大位。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无论是座次还是年龄，都排在最后。同时，他还要小心提防大权在握的多尔衮、多铎兄弟。就是在这样多重势力的夹缝之中，皇太极不仅求得生存，而且最终登上了大清王朝皇帝的宝座，成为清朝历史上第二位皇帝。他究竟有着怎样过人的谋略，竟然可以转变劣势，击败如此之多的皇位竞争者？在大清的宫廷之上，一场不见硝烟的血腥争斗即将拉开帷幕。努尔哈赤有16个儿子，当时位列四大贝勒的，就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就是争夺大位最有希望的就这四个人。皇太极怎么在这四个兄弟当中能够突出，夺得了皇位？他就有很多的心智和谋略。
大贝勒代善，年纪长，军功多，为人厚道，但是有问题。就是天命六年，有一个小附近叫德音泽，向努尔哈赤借告，说是大附近派人送吃的给代善，代善接受了，而且吃了，又派人给四贝勒皇太极，皇太极接受了，但是没吃。这是一。二，大附近经常在深夜出了宫院，含义很深呐。第三，在宴会和聚会的时候，大附近盛装宴饰，同大贝勒是眉来眼去。这三件事情不得了啊，告到努尔哈赤面前，努尔哈赤说派人调查，调查的结果属实。努尔哈赤很为难呐，修理了大附近，理由是什么？处理了大贝勒代善，理由是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啊，这些事情是隐隐约约说不清道不明啊。努尔哈赤想那个办法，以大附近私藏金银财宝为名，就把大附近修理了。这件事情既修理了大附近，代善又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威信大降。还有一件事情，代善他的前妻的儿子跟后妻关系不好，代善就要杀了他这个儿子，就要赦脱。努尔哈赤不同意，反复的调查，调查清楚了，就是代善的这个后妻中间挑拨，很不高兴。代善呢，为了讨好他父亲，就把他的后妻杀了。努尔哈赤说你要杀死你亲生的儿子，你还杀死你的后妻，这种人怎么可以做国君呢？这两件事情，代善威信下降，就没有条件，也没有资格来争夺大位。二贝勒阿敏，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舒尔哈齐的儿子。舒尔哈齐有了问题，努尔哈赤把他圈起来，后来忧愤而死。这个事情跟阿敏也还有关系，努尔哈赤宽大，没有处理阿敏，他后来做了第二大贝勒。阿敏又和富察氏有关系，底下我还讲了富察氏，所以阿敏既是侄子又有问题，也没有资格来争夺这个大位。三大贝勒莽古尔泰，莽古尔泰他母亲犯了罪，莽古尔泰亲手把他母亲富察氏杀了。莽古尔泰这种行为，他做一个统兵大将，勇敢坚强是可以的，但是做一个国君是不可以的。这样四个大的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都失去了争夺大位的资格和条件，就剩了皇太极了。皇太极处心积虑地削弱了其他三个贝勒之后，他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对皇位虎视眈眈的多尔衮多铎雄。然而深藏心机的皇太极并没有直接去与他们对抗，而是通过一个女人不战而屈人之兵，除掉了他通往权力巅峰的最后一块绊脚石。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皇太极使用了怎样的手段，让势力强大的多尔衮多铎兄弟从此一蹶不振？皇太极下面还有弟弟，就是多尔衮和多铎。他父亲临终这年，
多尔衮15岁，多铎13岁。女真有幼子继承的这种传统，他们的母亲就是阿巴亥，大妃阿巴亥。皇太极和其他几个贝勒商量了之后，就趁着努尔哈赤刚死的时候说，先父有一言，要大妃殉葬。大妃不同意，说我还有孩子呢，我有3个儿子啊，那2个都很小啊，说这是父亲的遗言。在这种情况下，大妃阿巴亥就自缢而死，也有说用弓弦勒死。大妃已死，他的儿子多尔衮15岁，那个儿子多铎才13岁，失去母亲的支持，也不可能同皇太极争夺大位。这样努尔哈赤死了之后，代善的儿子叫岳托和撒哈连找到代善，跟他父亲说，四大贝勒就是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得先帝之心，重解岳福，当速继大位。代善表态，事务心也，我也赞成。在家商量好了，第二天开诸王贝勒会议，用努尔哈赤规定，新的大汗要贝勒会议讨论选举，还可以罢免。这样在贝勒会议上，代善首先提出来，说经过商量了，由皇太极来继承大位。大贝勒提出来之后，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等等也都赞成。这样，皇太极就在努尔哈赤之后继承了大位。1626年，等待了15年的皇太极，在经历了无数的宫廷纷争与战火磨砺之后，终于登上了大清王朝皇帝的宝座。这一年，皇太极35，他的耐心，他的坚韧，最终实现了他人生第一步的梦想。然而，年轻的清王朝仍然面临着众多棘手的问题。危机四伏的局势让刚刚登上皇位的皇太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二，调整政策，整合福心。皇太极继承他父亲的大位之后，一方面要巩固他父亲的基业，另一方面要调整政策，纠正他父亲晚年犯下的一系列的错误。具体来说，皇太极主要做了4件事情。皇太极对内4项调整，其一，满汉关系；其二，满蒙关系；其三，满洲族名；其四，改号大清。第一，汉族。努尔哈赤晚年啊，他对汉族有一种歧视的政策。上一讲我讲过，努尔哈赤是含恨起兵，七大恨告天，对汉族有一种歧视。努尔哈赤对汉人特别是辽河以西的汉人，强迫迁到辽河以东，扶老携幼，叫苦连天。到了辽河以东怎么办？和辽河以东的人，我给归结是四同：粮食同吃，房屋同住，耕牛同用，土地同耕。这社会秩序大乱。对汉官，努尔哈赤规定，原来辽东的汉官到8旗贝勒下，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牛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汉官死了之后，他的妻子年纪大的给贝勒家做奴仆，
那妻女年轻的就做贝勒家的妻妾。皇太极没这样做。皇太极通过两次考试，选拔了428名汉族的儒生，让他们做秀才，从中又选了16个人做举人，免除他们奴仆的身份，还给予奖励。这里头一部分人后来到了文馆，参加了皇太极的政权的任职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皇太极这样调整政策的结果，史书记载8个字，叫做民心大悦，人生远博。这话可能夸张了，但是说明皇太极这样调整政策符合民心，得到汉族人民的认同。二，蒙古。努尔哈赤的时候实行扶随蒙古的政策，皇太极继承了他父亲的政策，又有所发展。比如说联姻，编旗编蒙古八旗，重教重喇嘛教，赏赐救济等等。我特别说一下联姻。皇太极称帝的时候，册封义公四妃，正宫皇后是蒙古族波尔济吉特氏，东宫官居宫陈妃海兰珠是蒙古族波尔济吉特氏皇后的侄女，西次宫永福宫庄妃是皇后的侄女，官居宫陈妃的妹妹，西宫林志公贵妃纳木中原来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囊囊福晋，东次宫衍庆宫巴特玛早也是蒙古族波尔济吉特氏。大家想一想，皇太极一后四妃都是蒙古族，都姓波尔济吉特氏，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都算，取异民族的一后四妃可以说空前绝后。皇太极为什么这样做？主要就是通过联姻加强满蒙联盟。皇太极的一后四妃均来自于异族，这在中国的皇朝历史上实在是史无前例。他的良苦用心，他的文治之功，深深地铭刻在清朝296年的史册之上。除此之外，满族的族名、大清王朝的国号都跟皇太极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满族的名称从何而来？后金又为何改国号为清呢？三，满洲。努尔哈赤兴起之后，女真人后来吸收了汉人、朝鲜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等等。那到这个时候，怎么样反映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目？怎么样凝聚满洲自己的力量？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先讲一个故事。就是据历史记载，蒙古一个人放羊，发现了一只羊3天不吃草，用羊蹄子老刨一个地方。这牧羊人很奇怪，就是在羊蹄刨这个地方挖出来一块玉玺，用汉文写了篆字，叫至告之宝。这个玉玺据说从汉朝就传下来了，到元顺帝北逃的时候后来就丢了，挖出来之后呢就献给了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林丹汗死之前
就把这个玉玺给了他的苏太太后和他儿子鄂哲。苏太太和鄂哲把这个就献给皇太极，皇太极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一统万年之瑞，天赐之宝。天聪九年，10月13日，公元1635年11月22日，皇太极正式下令，把族名定为满洲。他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异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只称我国满洲原名，从此满洲族简称满族，这个族称正式出现在中华和世界的典册上。”四，国号。努尔哈赤的时候，国号叫后金，也叫大金。皇太极得到了刚才说的这个一统万年之瑞，非常之高兴。到天聪十年，就是崇德元年4月11日，皇太极有一个重大的举动，就是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这一天在盛京笃恭殿举行隆重而盛大的典礼，在这个典礼上，大贝勒代善用满文宣读表文，林丹汗的儿子鄂哲用蒙古文宣读表文，汉人孔有德用汉文宣读表文。这就意味着这个时候的皇太极不仅是满洲人的皇帝，也不仅是蒙古人的皇帝，而且是汉族人的皇帝，是大清国所有臣民的皇帝。在这里面我补充一个故事，就是为什么叫大清。当年努尔哈赤落难，骑着一匹大青马逃难，后面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部下就是追赶，马跑得太累了，这个大青马就累死了。努尔哈赤非常伤心呐，就对这个大青马说：“说大青啊，大青，将来我得了天下，我这国号就叫大清。”但这个清和清是谐音了。这是一个传说故事，大家不必当真。至于清朝为什么叫大清，这个清字啊，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今天我们就不讨论了。当大清的基业日渐稳固，皇太极内敛的锋芒已经日渐凸显，他逐鹿中原的雄心与梦想已经在熊熊燃烧，他手下锐不可挡的八旗铁骑已经整装待发，远征的号角、铿锵的马蹄声渐次地从历史的烟尘中传来，一柄后来横扫中国的长剑即将出鞘。三，四项用兵开拓疆域。皇太极对外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用兵，开拓疆域，进图发展。皇太极横扫四方，其一，向东出兵，两征朝鲜；其二，向西用兵，三征蒙古；其三，向南用兵，五入中原；其四，向北用兵，征服索伦。一，向东用兵，两征朝鲜。朝鲜
曾经同明朝联合三次出兵攻打建州，血洗建州山寨。特别是万历47年，1619年，建州受到明朝和朝鲜双方面军队的打击，朝鲜派了10000多军队。皇太极继承大位之后，天聪元年，派二大贝拉敏统帅30000军队渡过鸭绿江，打朝鲜，攻占了平壤。朝鲜国王李宗逃到了江华岛。不久，朝鲜国王投降，阿敏和朝鲜国王李宗结下了兄弟之盟。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举行登基大典，朝鲜使臣在沈阳，大家都行三跪九叩大礼，朝鲜的使臣立而不跪，清朝的官员让他跪不跪，摁着他跪，爬起来还不跪，衣服都撕扯了。大典之后，皇太极大怒，朝鲜和明朝结好，出兵打我，现在我要讨伐你。皇太极亲自统帅大军过了鸭绿江，一直打到朝鲜的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宗就逃到了南汉山城，皇太极率着军队来包围南汉山城。李宗把他的妻子儿女重要的大臣都送到了江华岛，但是朝鲜军队抵挡不住，皇太极又派多尔衮通过船渡海到了江华岛，把朝鲜国王的王妃子女大臣都俘虏了，但是多尔衮善待他们以礼相待。李宗一看不行了，投降，就在汉城汉江的东岸一个叫三田渡的地方举行受降典礼。清朝和朝鲜在这个典礼上结下了君臣之盟，朝鲜承认清的国号称臣，朝鲜国王由清朝皇帝册封，皇太极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结果。一，朝鲜原来依偎于明清之间，现在倾向了清朝。二，朝鲜变成了清的后方基地。三，朝鲜解决了皇太极率兵西征，免去了东顾之忧。二，向西用兵，三征察哈尔。蒙古察哈尔部同明朝订有盟约，共同对付后金，对付清。察哈尔部的林丹汗自称是全蒙古的大汗。皇太极亲自带兵同林丹汗作战，兵到了兴安岭，林丹汗西撤。皇太极又第二次征察哈尔，到了大同宣府一带，林丹汗西逃青海。第三次是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派多尔衮统兵征讨察哈尔，皇太极的军队到了黄河托里突地方，得到一个消息，是林丹汗走死青海打草滩，死了。
是皇太极先后纠正了先父努尔哈赤的错误政策，完善了后金的政府体制，加强了君主专制集权。那么皇太极所统帅的究竟是怎样一支神奇的军队，竟然可以两征朝鲜，三征蒙古，五入中原，在众多强敌威胁下，他的大军竟然创造了战无不胜的神话。又是什么让皇太极在人生征战四方极尽辉煌的时刻却黯然逝去，留下了千古遗憾？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崇年将与我们一同走进这位大清王朝的第二位皇帝皇太极，回望他金戈铁马、文治武功的传奇一生。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清十二帝疑案之皇太极》。